上认真、上得到百姓认同的一个好妈妈、好馆长。伊的服务，伊对基层的了解，还有对环境上的认真，我拢非常的钦佩。所以我甲大家报告，这个上好的馆长，无论安怎，不但爱认真，一定爱非常高票，得到大家认同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啊，伊的成功最主要，就是咱的议长带领议会，带领咱宜兰这些乡亲对伊的支持，对伊的协助配合。啊，咱的议长是我敬重的前辈，我非常感谢，对过去到现在每一届伊对我的协助，对我的帮忙，我今日甲大家报告。拄仔我伫楼顶。在楼骹，楼骹二张先，我头一句就甲二张讲，我讲感谢二张，你对宜兰的贡献，但是你一定要继续为宜兰、为国民党继续来拍，吼、哦。啊，为宜兰，伊的工作就是二张嘛，为国民党的宜兰，就是继续来做咱的主意，大家好唔好？好。继续来支持林馆长，继续来支持这些议员、乡镇首长。每年年底的预算非常的重要。我知影，当然真辛苦，当然真辛苦。但是国民党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大家都辛苦，哦，大家共同打拼，哦，拜托，哦，咱议员也好，乡镇首长也好，这议会也好，党委也好，大家共同打拼，哦，看到你较慢，来我嘛看到了，大家加油好不好？好，多谢李俊，多谢陈俊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我们谢谢。